知道，感觉好像设备怪怪的，是不是会卡？今天要做姜饼屋，哇！这样看我厨房好乱哦，是不是应该要收一下？是米奇大师哎，还有 Arthur 跟小雨，我来拿一下。我今天要挑战从不露脸开台，重点是姜饼屋啊！我拍脸的话就拍不到桌子了，因为我是用手机用的。我其实真的找不到角度可以，就是。拍到人又拍到桌子的，可能我桌子太小了吧。我今天要从饼干开始做，我本来没有要这么晚开的，然后但是刚刚为了画姜饼屋的那个设计图，大概画了一个小时吧，画超久了。这是低筋面粉，
做饼干一般都用低筋面粉。是不是应该要放个音乐？不然这好像有点安静。我等一下慢慢摇，先来加热黄油，黄油100。哈哈哈哈哈！安安 CPH， 还有那个 DS。干嘛那个什么蛤蜊脸？哪里没料了？我又还没做，不过我真的有点担心，我等下我的那个会不会塌了？等一下，还没做出来呢。
吸鼻子。对呀、啊，这个天气超级容易过敏，是因为台湾太潮湿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最近空气不好。反正冬天之后就很长，一直过敏。然后我现在一般人家会拿去什么隔水加热，我有点懒，所以我要拿去微波，等一下。会不会变烧饼屋？明天更冷，烧饼屋，你说烧起来吗？应该不会这么惨吧？希望明天好天气，是要出去约会吗？出去玩，好好哦。去哪里玩？这个是红糖，然后其实姜饼屋人家会加那个，人家会加什么？真的姜汁跟肉桂粉，但是因为我觉得。我不喜欢那个味道，所以就不用那个啦。姜饼屋还是挥手处，小琉球和花东，好好哦，我也好想去哦。我家人把它倒到那个肉松罐里面，结果有一次我真的以为它是肉松，然后就拿起来夹夹馒头，然后想说这馒头怎么那么甜，结果才发现是红糖。红油还在热，所以我继续抖面粉。那是肉松罐子啦，红油 A 糖馒头，好油，真好笑哎！但真的太像了，其实它真的长得蛮像的。然后还想说，天啊，这肉松怎么打得这么细？殊不知，那我们在等奶油融化的时候，先来继续弄面粉好了。肉松姜饼屋。
很精致吗？其实也没有啊，这就是一般的那个搅拌缸，就是那种厨师机哦，是煮饭的那个厨师机。对，肉酥大米。哎，我不要说，我真的蛮喜欢吃那个，然后里面还要有那个麻鸡的麻鸡肉松肉燥。你们游牧玩完了，今天是礼拜五，周五都没事了，也不是没事啊，其实我等一下还是要上班，所以感觉有点赶啊，我怕翻车啊，不然就可能今天饼干烤一烤，然后明天跟热红酒一起，我明天晚上打算10点的时候开台，然后教大家煮热红酒，然后如果真的来不及就煮热红酒前搭姜饼屋。好啦，终于用好了。我刚本来想要奶油用微波的，但是我想到上次我一开微波炉，结果网路就断了，因为我是用 WiFi， 所以我就用烤箱烤。这好像有点头夹崩哎，但是好像太烫了。捞水饺的不是圆动的吗？嗯。怎么用捞水饺？这个不是捞水饺的啦！啊，好像太烫了。这哪里长得像捞水饺啊？这很细耶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捞水饺是那种。这才是捞水饺哦，要吐了，这差很多哎。
我觉得我把它弄太烫了。等一下，放过来。什么？面粉过筛的？什么？大豆捞水饺？这个细的要捞水饺，应该一下就会被那个熟熟的汁卡住吧？还要塞这个，这样同一个网子，这其实都可以。像这种，因为它太会结块了，所以还是要。过筛一下，不然到时候饼干都会是颗粒。什么雷花夫人是什么？我也想要看雨佩开煮饭台啊。是说我家楼下楼上还在装修哎，所以你们还是会听到那个奇怪的声音。塞肉松是不是？不是肉松啦，这是红糖。我想要偷偷少加一点，感觉很甜啊，这个。我感觉我配方制作出来好像可以做十栋姜饼屋啊，是不是用太大的配方了？地狱厨房我想放弃了这个，然后把它搅拌搅拌搅拌。说姜饼屋，姜饼屋哪射得出游侠？颜色怎么有点恶心的感觉？不用了，这个太难用了。
沙爹酱才不是，这不是咖喱呀、啊，肉松咖喱，这不是啊，这是奶油跟黑糖哦。什么？安娜罗克大叔，再来糖粉100克，糖粉也要过筛啊，这些都是很容易潮湿的东西。比上次的更想吃看看吗？上次是猪排，好像有点久以前嘞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偷懒太久？低筋面粉是低筋面粉。还有煮那个、啊、意大利面，这个是糖粉啊，我现在在弄这个。这样看着觉得好甜哦。再来加水，应该可以，算了，先用吧。加点水，这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，这是熟熟的东西，觉得很好吃吗？再加一颗蛋。哇塞，这样弄都觉得好恶心哦！现在看起来很好吃，是 AZ 耶，嗨！哇，我这样弄超恶的，我要搅拌了。
用那个厨师机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样拍得到吗？在那里。什么蟹黄咖喱？真的快被，有点饿啊！应该不会翻车吧？希望不会翻车。我就会直接关台说，嗯，大家明天见，然后直接放弃这个。我哪里土豪啦，拜托。蟹黄这样一锅的话有点可怕。淡水。车就订一个做好的来掉吧。嗯，好笑哎、欸。我之前一直觉得说，其实最容易翻车的是那个它要粘的那个蛋白霜嘛。然后，所以我前几天其实自己有先打一下蛋白霜，然后去外面买那种现成的饼干来做，结果垮了，超丑的，很好笑。蛋白霜我就先打好了。什么？请问到哪个步骤了？对呀、啊，那个糖霜超难的，现成的也不好用。对呀、啊，没错。然后我有先弄起来，就比较希望不要变成是饼干翻车啊！没想到饼干会翻车。很讲究，就是它要粘起来的地方要够粘，然后但是要有那种流汤的感觉，所以要有稀稀的。
饼干的翻车，我觉得我刚刚嚼的好像怪怪的，说不上来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它好像有点干啊。我应该没有把配方抄错吧？其实还是一颗蛋太少了。趁搅拌的时候，这是我刚刚画了一个小时的图。剪一下吧，饼干会有太干的问题吗？那是什么机器哦？那个是厨师机，要看吗？我把它拿近一点给你们看。哎呦，我把电拔掉，这样，长这样，那太干了，可能要想办法加东西。它就是其实就一般的那种。什么功能都有，它也可以什么搅面啊，然后就是你只要买它的配件。哇，一个小时，越干越像饼干。那不是咖啡机啊，咖啡机在这里。咖啡机长这样。新买的机器吗？不是哎、欸，它是我从我在上海的时候就买了，我还特地把它运回来。但是殊不知我没有考量到电压的问题，然后所以因为刚好我们家这个炉子底下有220的电，所以就可以插在那边。多功能调理机。画一个小时大作是这个，我那个饼干的模具啊，模具，它的那个等一下要剪的形状，这跟小富婆有什么关系啊？就是生活的小家电啊。饼干模具不是。家里一般很多人都有小家电的吧，什么咖啡机啊，豆浆机啊，没错。不行，我觉得它怪怪的。
理说应该要前团了，就是现在这样散散的。我自己觉得它好像快可以了，避免因为饼干不可以太出筋，所以我改用手揉剩下的部分。啊，这真的超多的耶，完蛋！我觉得应该要做，真的要做好几个。可是我不想呀，敲个风水宝地，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漫画叫做什么《太阳之手》哦，江北集合住宅。我会不会讲的其实很多人没听过、啊？就不一样的童年，有没有？烘焙王，烘焙王。女神之手，烘焙王吗？是哦，所以应该大家都有看过吧？我们还是同年代的吧？然后那时候我心里觉得说超虎烂的，什么太阳之手、啊，就后来才知道其实真的会，因为有一些那个，像现在冬天很冷嘛，然后像它现在看起来有点干干的啊，然后其实手温度柔柔之后，它就会越来越。湿，因为融化了。主人翁跟炭治郎共同点很多，为什么？好看哦。其实我已经忘记他的眼神，我只记得他的手很虎烂而已。饼干应该不用太光滑吧？越来越湿，哇！日的呼吸，太阳是什么？CP群你很烦哎、欸，我们两个明明就差不多大。好啦，有点偷懒，不想要再揉。别看我这样，我真的是有烘焙执照的。小时候有考啊。好了，放它在这里醒面一下，不然它太有筋了。等一下擀一擀，它会一直卷起来。我看网络上有些配方，有些人会加可可粉，就是为了让它的颜色。更接近那个有点深咖啡色的感觉，指甲会勾到变姜饼手，烘焙知道鸡腿换的才不是呢，
什么叫我每次都画一小时画？你很烦欸。不是啊，货真价实烤出来的、啊，那就放它在这里，放它在这里洗。我要剪剪那个，那大家就陪我剪吧。很烦欸，那字好像很淡，但是我这是拿尺啊，你看它有算数欸，精心计算过的、啊。希望不会打不起来。这是我自己画的啊，其实我就是参考网络上人家的，然后自己再算出自己，就是稍微修改一下，然后算出自己想要的大小。打不起来卡人口，煮不起来就这样吧，就不要太强求了。然后这一集的结尾就是一堆破饼干在地上，而且我还特地去买了一个那个就是装姜饼屋的盒子，然后到时候那个盒子里面就装了一堆破饼干，没事。那是铅笔，哇、wow, ！铅笔，哪里铅笔？这上面是铅笔写的、啊。他其实说他要放一个小时哎、欸，但是我看一个小时应该很难吧？要预留组合空间。等一下要放在哪个饼干上？这个啊，这个是基底啊，跟那个盒子一样大。谢谢六六，没抽到。圣诞快乐，好快乐哦！大家有计划去哪里玩吗？六六，圣诞快乐！孤独圣诞节，烤货会变蓬吗？会耶，它好像烤的时候会变形，然后所以要拿那个叉子擦一擦。CBH 也没有计划，还是我把那个热红酒的那个材料先跟大家讲，然后你们去买一下，我们明天一起煮来喝，怎么样？很浪漫吧？还不怕喝醉耶，单身汪没墨镜不敢去哪，这么冷就在家吧。孤独的看海，圣诞节跨年老婆不理我，都说是不行啊，你要跟他讲。就是还是要生活，还是要有仪式感的，不然可以在家里浪漫一下，不然这样生活多无趣啊。孤独的看海，我觉得比较惨。
有心哦。就老夫老妻还可以做这样，真的是已经很有心了耶，真的。在这里撒狗粮啊！我今年唯一写的一张圣诞卡片，就送给了交换礼物的小伙伴。真的假的？交换礼物定做设计卡片又包装，好好哦！抽到小牙的，太幸福了吧！请客楼是吃什么？是吧？我推荐那两间很好吃吧，虽然也不便宜，但是真的好吃啊。我还可以再推荐你一间那个，看得到那个，你是在101吗？还是在微风的一间牛排店？中式合菜美型又有心，我推荐的，我等一下发给你。我有点忘记名字，还是六六厉害。昨天好了没？我剪好啦，看一下它好了吗？真的好吃，超好吃的。那个狼是这个狼吗？穿狼的狼。另外一家是你想不起来了吧？那叫什么？吃那个啦，美式寿司店。对，大概赶到0.3公分后，等一下，很厚，很厚诶，现在，哎呦，
凉吗？就一个大概吧，不凉了。哇，这样看起来好像还可以，好像很厉害，自己觉得。拿灯管擀面，在哪是啊？我看一下，我搞。孝居。啊，居酒屋哎，好好哦，好嘞，好像差不多了，应该可以了，差不多吧。现在看起来好像比较像 0.5， 再薄一点。是什么材质哦？其实我买的时候它有写，但是我已经忘记了，就是塑胶。怎么会是玻璃？它很硬哎，打人应该很痛。我现在想想要拿什么切哎，这个 PP 吗？压完要冷冻一下吗？我觉得应该是 PVC 吧。因为是冷冻啊，冷冻库放不下那么平的啦，应该是不用吧？说明书丢掉，冻完拿刀子切，我拿这个切，直接开烤，我拿烤盘。PVC 是吗？魔术变好没？当然还没。那我绝对是记错了。等一下，我先找地方放。我要开切喽。它这。我这是在材那个食品材料行买的，应该可以的吧？怎么不可能卖不能接触食物的吧？那就太吓人了。我感觉切得好，才不是要不高嘞，这是底呀、啊、底呀、啊，看噔噔噔，是大脸。
姐你们很难耶。我不喜欢用木头的那个擀面棍，因为它沾上那个奶油之后其实不是很好洗，然后而且还很容易发霉，所以后来我都买塑胶的。哦哦，喂，我把它拉过来它就变形了耶。一点点变形，教别人烤肉。我怎么没有怎样？一点点变形而已，没关系。你说这个放烘焙纸哦，它这个不会粘，所以没有关系啦。它这是不粘的材质。阿纳抹油，我上次烤饼干，我就直接放上去，反正它不会粘啊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没事，在我的掌握之中。被明一说，害我超紧张的。等下就是屋顶。就是经过科学计算的姜饼屋啊，应该很厉害。放烘焙纸可以少洗一点，科技限制了，笑死我了，我被你们笑死了。我就直接丢洗碗机洗了，不手洗，好懒哦。但是其实它烤完之后稍微擦一擦就好了，就是稍微用水过一过就可以了，不会很油，就是不会粘住。下次开画图台吗？其实他现在垫的这一片啊，也是可以烤的耶。但是塑胶的，我还是内心有一点害怕，就还是先不要，先弄小的，这个。是细胶的，就是细胶的，这个它也可以丢洗碗机什么。再拿另一个那个，这个好。
做101，无法哦。这该101会吐吧？哎，我刚原本以为面团太多了，哎，这样切下来好像还好，哎，会不会反而最后不够？TC 造型的奖品物，马厩，我也怕会不够哎、欸，他，有没有很烦呢、欸？好好笑、喔。我来如何精算空间啊？计算一下。这样子。看文明决定，间隔太近了吗？我们觉得还可以，我压扁一点。我觉得他在回丢啊，他真的放太少时间让他冷静了。他说了耶，好可怕哦。我等下拼不起来呀、啊，会丢。海沙窝开始盖了吗？还没啦。等一下，我先放放看他们缩小到底缩了多小。他们真的在缩小哎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我看，真的在缩小哎、欸。缩小中，会缩小的房子。为什么会缩小？因为他不是刚在打的时候，其实面团会出筋，然后它其实是要冷，让它放着静置比较长一段时间。但是我比较早就开始切了，因为等不及啊，所以很有可能它就会开始收缩，干了，还没干啊，还没。我先量一下，我怕不够。够哎！现在给你们看的仅存的面团呢、啊，好像够哎。这样，大概摆一下，好，够。够啦，可以啦，可以。那我剩那么多饼干要干嘛？做栅栏之类的。
可以念一堆村民吗？我手有这么巧吗？我手有这么巧吗？捏村民，捏一男一女是吗？还是捏一只野猪？好像更难。给村民吃饼干，烟囱，好哎、欸，对耶，我没有做烟囱哎，但是烟囱超难粘的，烟囱很容易掉下来。哇，希望我考一次就好了，放那么急。这个圣诞老人摔死，可以啊，还有剧本啊。我上网在查资料的时候，我看还有一些有人用那个糖霜啊，然后就是画那种很漂亮的图案，我自认为我手没这么巧就算了，我就买了现成的圣诞老公公，到时候直接贴上去就好了。耶、yeah, ！我放好了。等等等等，我等一下我把这个纸检查一下，正在缩小哎、欸，可以把它压出来吗？哈哈哈，这样子的。哇，被我压扁了。它有一些还要割窗户哎、欸，我还没有割哎、欸，这三个要割窗户。我感受到它的大小开始在走中啊，完蛋了，我的房子等一下会垮哎、欸，我觉得好可怕哦。
跑掉至少煮起来。好啦，你知道做野猪哦，也太难了吧。我想想啊，差点忘了切这个，它的支架。切它的梁，哎呦，多长啊！盖 TC， 其实 TC 看起来蛮难盖的耶，不觉得吗？好的，还是做春梅，好像有点难呢。我想想哦，春梅长什么样子？好呢，做字的村民，这是猪啊，野猪啊，看出来了吗？有脚哎，呜，脚断了，插回去。给它一个尾巴。这样怎么样？还蛮像猪的吧？眼睛，行吧，像猪吧？可以，这就是猪。那耳朵我不知道怎么做，用压的。猪的耳朵长什么样？都做好了，我觉得还行呗。野猪是牙吗？豪猪，豪猪跟一般的猪长得哪里不一样？有牙齿哦。好了，不管，这就是猪了。哇！但是我做了要放得下。等一下，我要移一下，没有地方放猪啊。第二轮好像也是哎，好，那小猪先烤，就像这样。哦，我还没插洞洞呢，等一下。他说要插洞，先把皮放旁边。豪猪就是刺猬哦，也很烦哎，我以为是猪啊。把这移过来好了，吃这个。
这样密集恐惧症人看了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其实擦这个的感觉还蛮疗愈的，猪要刺吗？应该不用吧，这个眼睛这么近吗？刺这么近吗？这样，哦，再没刺。跟做披萨一样。这样你们看得到洞吗？还要看到，然后还要刷那个刷蛋汁。我是不是装太水了？
好嘞。我要拿去烤咯，180度，12到15分钟。去看，快说。烤箱放这里。先去烤喽。希望可以成功。就是再回来，好多杯子，超多的。就搬新家的时候，妈妈送了我大概12个吧。那杯子超可爱的，我带你们去看杯子。他知道我喜欢狗，然后，哎，这样看得到吗？然后每一个都是狗狗的，超多，都是狗狗，都不一样的狗狗，噔噔，超多的，还有，超多的，可爱吧？关键就没有啊，我最常用其实就一两个杯子，然后噔噔，这我最喜欢的是雪纳瑞，最喜欢的狗，超可爱的吧。我也不知道他从哪里买的，我在问他，他就是一次一组，然后12只不一样的狗。关键没有啊，关键没有啊，我就你没有看到里面吗？我从头到尾就用这一个。好啦，可爱吧？妈妈想要多少个孙子？没有哎、欸，他可能觉得我朋友很多吧，一天换一个。那要做什么？剩下这一些，
我想一想，还是我拿我的模具啊。1小时换一个，做鸡腿，认真吗？做鸡腿，鸡腿怎么做？妈妈觉得我不会洗，买一堆让我想洗再洗，也太饿了吧，也太饿了吧，才不是哎，我每天都洗的哦。做什么？鸡腿要怎么做啊？做两个六。太难了。我看我有什么图案，做可爱的图案好了。六要做六也太难做了吧，六六饼干。看到这是小兔子，这超容易骗小孩的，超好骗小孩。还有灯管再看一下，等下我要拼一些，它太散了。其实剩下的也不少，不多也不少。如果等一下饼干烤出来失败，然后今天直播就结束了，就这模子其实买一阵子，之前万圣节的时候买来做给小朋友吃的，就是发给小朋友。那社区都会举办那种各种小朋友的活动，很可爱。怎么感觉好多？对啊，拼拼好多。晚上还有世纪吗？今天晚上应该也是会玩四代。晚上的那个游牧场都挤不进去啊！大象的，这个是大象，好久没有二代了。对啊，这个礼拜吧。还有小熊。其实二代真的蛮好玩的，我最近会突然改玩四代，其实还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二代现在，因为我之前还蛮喜欢排天梯的，然后现在二代天梯怎么撞都是那一些人，然后那一些都是高手开小号，很可爱吧，是大小，然后就觉得一整晚都在被小号仔揍的感觉，关键是都是同一组人啊，很无聊哦。就想玩玩看别的，人被分散了。这个是熊熊，噔噔，熊熊骑车车，超可爱。还有关键晚上游泳场太满了啊，挤不进去啊。
就 TG 场都撞一样的、啊，还是要气氛的内战场。反正还是看跟谁玩呢、啊。狮子超可爱，干什么？这个我开秒满，可是同时有两场，我再开应该很难满吧？小丑，再多做个兔子好了。没有村里模型，没有啊。六六他们刚刚要你决定饼干要做什么形状、啊。村民有点难哎、欸。应该要去关心一下饼干的吼。我去关心他一下。姜饼人吗？我没有姜饼人的模型耶，可以用磕的。等一下哦。我看到它蓬起来了耶，大家要去看，好油、哦、噔噔噔，但看得出来吗？好像看不出来，它有点蓬起来了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消下去，还是我那个洞戳的不够深啊？姜饼人，还是我用小丑改造一下，变姜饼人。断头，切个角，有没有？可以，好像可以。帮他开一下腿啊，这么难，村民也太难了吧？我想想村民怎么做，还是要头发。帮他打开脚。这一套好恐怖，怎么会？帮他接头发，
给他当女村民。怎么感觉很像一刀开裆？哎呦，干嘛这样？很难做头发哎，这样啊。这样好像头发吗？好像也没像。这样。噔噔，还是要给他眼睛。拿筷子。觉得蛮好笑的，嘴巴，好的，可以耶。还可以吧。再做个大象，这样就有村民了哦。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帮他们穿衣服，就这样吧。烤箱好了，叫得好大声哦。熊熊，去看他。蓬起来了，好像会烫。现在几点了？4点了。哦，好烫哦。4点了哎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我得把它弄出来了。等一下哦，很烫哎。行哎，等一下，
这样要放冷才会硬哦，刚出来是软的。啊，我今天是不是来不及弄了？还是我明天再拼？我明天再拼好了，不然我等一下好赶哦。那我现在把第二盘拿去烤，我会把它抖出来吗？等一下，很烫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有这样抠它，它好像会变形。哇，它好软哦、喔，不行、欸，只能放着。那我第二盘要用什么烤啊？不行搓、喔，之后明天再改。大家下期见。明天在盖房子，我大概四点，最晚四点四十五就要出门。我觉得这样盖房子好像太赶了，谁叫爽啦爽啦就没用啊！你看他轻轻拿就下来了，哎，我用手好像比较厉害哎，你看。可是它贴着这，哎，我可以，其实我现在看不到。第二盘回来再烤，它其实烤十五分钟，我可以烤完再出门。等一下，大片容易碎掉。拿出来用那个大片的背面会不会丑丑的？我觉得还蛮美的啊，你看。用刮板吐看看，用吐的、哦。这个我怕好烫，它其实真的很烫。慢慢吐，我就想说，我上次很快就脱啦，就是，所以我就觉得好像不需要。哦，我把它弄破一个洞了。哎，不是，它是空气。慢慢吐。有点不知道从何下手。哦，哇，好烫哦！可以啊，那我的小猪还是挺可爱的。硬硬的，先把土好的拿起来，另外放，不要四十五度角。我去拿个盘子呗。
子会伤害烤盘。它现在应该不能重叠吧？没擦硬了，哇，这真的很烫啊！我的桌子应该不会破掉。其他不粘，就是因为这块太大了。哎，让我想想，烤过几次啊，就会开始粘。还是挺常烤，哇！我这个烫到啊！它其实在这里已经起来了，讨厌！快成功啦！好可怕哦！感觉。小脚啊，看你角度，我觉得这个脚快破了，这里，哦，还是剩这个脚了。摇摇欲坠的脚脚，成功了啦！我去，我已经用起来了。噔噔噔，成功吗？居然没力！再开一次赌盘，天啊！
这是送进去，我要等它出来才可以出门啊，不然它放在里面，其实它会很干，它不上了，黏住咒你们。啊，我的女村民头发掉下来了。看得出，它会掉哎、欸，它的头发会掉哎、欸，好难哦、喔。要烤12到15分钟，你看我吧，粘头发了，还行呗。这是男村民呐、啊，噔噔。结果它其实烤出来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咖啡色而已，就是那种姜饼屋很咖的样子，时间很紧。我现在把那个预热开下去，所以应该12分钟可以。最后一块呀、啊，还有一块啊，怎么办？现在几点？其实还好，5点也可以，但是就变得比较赶一点点。整坨丢进去不行啊，里面不会熟。哎，捏2个6，看到。剩下这个，好吧？怎么捏？这很难呢。我觉得很像晒哎、欸，你看，不好吧？好丑。帮你打个洞。好丑哦，很像2坨大便，这样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这大一点哦，那就分裂了呢。这样有了吧？鸡腿，好啦，就这样，玩得太透了，完蛋了，洞都不见了，等一下，啊妈，我等一下我帮他挖个洞洞。我怕它厚薄不均会烤不熟、啊、真的假的？我还在玩，这几点了？几点了？35分。好赶哦，可以再加12分钟，等于四十七分，可以啊，拿出来立刻关台，
这手机啊，你们强求啊，这腿哥是不是？腿哥，你会不会来太晚了？我都要关台啦。手机耶，所以你们用电脑看会很糊吗？这好一点了，这好一点，这大便会有好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啊，完成了，照惯例给他刷一下。六八，谢谢六六。等等哦，我要刺，我这样的那个六要不要刺洞啊？因为它有点大哎。洗个水。好，我再把你们移出去。什么100平啊？还好吧。现在还有12分钟，我们要干嘛呢？我去拿盒子来。哥，不用换衣服，棒式运动12分钟，太久了，哇，这拍的有点太多了。那个，这棒式运动10秒我就受不了了。我看，穿校服。我先把盒子折起来。看错。那这样就明天晚上再搭咯。还是明天明天礼拜六。
圣诞节要吃饭了。明天礼拜六。好吧，本来想说，说不定我妹会在，结果不会。噔噔，哎呦，圣诞节要吃什么？饼干的量缩小了一点点，我把量刚刚好的说。哇，现在地基不平啊，我要怎么盖房子啊？怎么办？还是我现在先搭一点点，看一下。40分，地基不平，等一下，哇，完蛋了，我忘记重要一件事情，我说我要挖那个，我说我要挖窗户，但是我忘记了，这个吧，先粘一点点。可以趁热粘的嘛，我要开粘咯，反正等着也是等。等我一下，原来刚刚，对呀，我刚刚在烤饼干。我感觉好难哦。我刚好把那个不平的地方放在中间了。帮手真的需要哎，刚刚有点卡住了。麦芽糖，现在上班。麦芽糖会比较粘得住吗？可是它这个会硬掉的，然后等一下干掉了之后它就很硬的，可是麦芽糖不会变硬。
我刚忘记挖窗户啦，不跟大家聊天。只有我就是房子没有窗户。很可怕哦！我忘记哪一块在这里，该不是这块吧？怎么这么胖？歪歪的，因为地板歪歪的啊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它收缩了，结果它这个有点不是很对称。我看，地基不稳啊，吐了。墙啊，放下去就歪一边了耶，好惨哦！呀，这个要补一点。啊！倒了，再补一点。吃掉吗？应该是不会，因为我有另外烤来吃的。但是它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很香哎，它超香的。哎，我现在有点想要吃它。哇，好可怕哦！我觉得它随时都要再倒塌了。抽奖吗？还是抽一下？我可以把那个摇摇欲坠的房子寄给你，好可怕哦！这怎么没被黏住？什么客家喵掉十秒照吃什么？是什么意思？我要把它切一点点掉，完蛋了，这么歪怎么办啊？到底怎么办？这样啊，我就会吼，不要吵啦！哦，饼干好了耶。不行，我今天要把地基打好。这样，嗯，可以耶，好像可以耶。然后我把地基打好，然后明天盖屋顶，因为要那个
要底下干一点，屋顶比较好。海砂屋不会裂开啦，很烦哎、欸。等一下哦，还是应该抹这里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样，什么？用的糖浆还有很多，再涂十滴口，不是啦，好用，不是十滴口吗？倒了。嗯。很难欸。哇，不要歪。算大概，很懂哎、欸！哇，好可怕哦！怎样看起来还行吧？只是我忘记挖窗户而已。这样你看，雏形。看起来厉害吗？我靠，屋顶太小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等，啊，这屋顶有点大，完蛋了，要改一下了。好了，53分了，游戏里面干多久？哎呦，不会垮掉，我先盖这样，不然晚上再继续把它盖好，然后让它凝固一下。可以吧，还行啊，勉强，勉强。我等它底下坚固了再打。啊，我的饼干，忘记了。
我真的觉得超好笑的耶。哇，等一下，好烫哦。薄了，就是厚薄不均，真的像两坨大便啊！这个就是技术太差了。等一下，我其实很想把它搭完，但是时间真的有点来不及了，还是就先这样，先这样，然后。今天晚上再把它搭完。兔子颜色比较好看，我觉得是视觉的关系，所以你会这样觉得。班长，你看它跟比其他的比，这样看得到吗？其实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到镜头。啊，太黑了啦，这应该不好吃。那就先关台咯，明天再打完，快55分了耶，我还想要装饰它，想吃兔子，嘿嘿嘿，最后给你们看一下野猪，然后还有熊熊啊，熊熊不知道在不在，熊熊。村里等等，这个是男村民，这是女村民，可以吧？等一下到时候就把他们两个放在门前。好，天哪里是天线宝宝啊？哪是天线宝宝啊？哎，这两只好重，干嘛这样？还可以吧，还可以吧。女村民看起来像丁丁，怎么会？不会，这好啦，服了。好啦，我要关了，剩下的再看什么时候打。就我用的美念草哎，好了，关了 ，Goodbye。拜拜 ，Roger， 拜拜罐头。阿呆拜拜 ，Lemonade 拜拜，最后 Arthur 拜拜，看他漂亮 ，Wen 拜拜，哈哈，我要让他坚固一点再搭，然后我先去上班，嗯，拜拜小雨，拜拜，卢克大叔。